文标题纯美清澈，宁静致远，请给我一个马天宇这样的男朋友。马天宇拥有一张精致到让人窒息的容颜，衣物干净清秀，然再顾你便会品味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清秀与明艳，纯真与魅惑，似乎都是不能并存的。然而马天宇的气质与美貌却是这样一种矛盾的综合，天使般的脸蛋偶尔却流露出魔鬼般的诱惑，明明满身儒雅的书卷气，却在某个不经意的回眸中有清冷孤傲划过，温润而有锋芒。这样清纯又美艳的脸，这样复杂多变的气质，当真天生就是为大荧幕而生。她的美是多变的，她可以是白色纯美清透不染尘埃，她可以是蓝色忧郁宁静温润辽阔，她也可以是黑色深沉妖娆魅惑众生。日前马天宇工作室发布了一组马天宇新作《关心》中的精美图片，图中的马天宇神情恬静淡然，精致的五官，高贵的气质，清澈的双眸，干净纯真的微笑，浓浓的书卷气，再加上淡淡的忧郁，置身于碧海蓝天之中，与美景融为一体，仿佛坠落凡间的精灵，美得不可方物。而他阳光一样明媚灿烂的笑容，又让人觉得无比温暖，仿佛邻家小哥哥一样温和亲切，男朋友一样贴心温柔。红尘纷扰，世事变迁，当你对生活感到疲惫和乏累的时候，就去看看马天宇吧，他是那样纤尘不染，美好如画的男孩子，会一扫你心灵的尘土，治愈所有的创伤，重新感知这个世界的美好。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，喂马劈柴周游世界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。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，闻猫眼转载，请注明出处，图片来源于网络。